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就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赌桥是我的最爱，也是我的强项。这不来了一辆车，我只需要一颗手雷就能炸翻他们。尝尝我手雷的厉害，赶紧跑，然后接着扔手雷。你们过来呀，你们过来呀。哎呀，他们真过来了，可算熬到决赛圈了。咱们潜水摸到岸边，绝对没人能发现我，不慌不忙的打点药。好了，状态满了，开始冲锋。怎么情况？这哥们应该是看我半天了，等我不卖血才打我的吧。这回咱们一定要低调，就这样慢慢爬，我就不信还有人能发现我。附近好像来了一辆车，趁其不备，咱们摸他后背，我打打打打打打打，满犊子了。敢打我队友，看我不收拾你们。在烟雾里服人最安全了，敌人绝对想不到。哎呀，还好二号队友就在附近，他能很轻松地扶起我们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向着我们跑来了。先扶我，先扶我。哎呀我去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刺激的一万种死法。